欢迎大家来到小弟彭道街的新角拍视频。今日是12月23日，2024年哈。今日是星期三，下午是2:08，大家。小弟又同大家喺座喺度啊，系第五郡嘅地方嘅。咁喺度啊，小弟企啊，啲街啊系叫做啊欢文治街啊，我企喺度啊，街尾啊，大家啊，街尾喺度啊，有啲行系通出去啊，曾兴道街啊，因为喺度系有一架车啊，人家就挤喺度哈。咁啊，小弟又冇啊走经过啊啲便行嗰度同大家分享个视频。咁啊，家人我又啊喺在啲街巷嗰度啊，咁啊同大家分享啊華人侵啊，邊位又喺度曾經住過，咁啊見翻啲地方咧，有好多嘢懷念嘅啊。咁啊，小弟見到啊，有排喺度又通知啊，啲度啊人家擠車啊，係有收費啊，大家啊，我同家擠汽車係要。抽費啊！咁啊，歡文治街啊，喺左一段啦，小弟見到係好靜嘅，冇咁嘅人。喺度小弟見到啲阿姨啊，抄緊垃圾桶啊，揾啲膠樽執我嚟賣啊。咁啊，經過嗰度有啲行啊，大家喺度有好多行係掘頭行啊，小弟有啲行又唔走入啊。歡文治街度啊，係有好多行噶嚇。咁我走啲便行，啲便行嗰度見到佢又斜落去低啊。喺就第五郡一啲段喺度啊，都係見到有好多啲街行啊，又斜斜地啊。喺度我哋又見到好多細行啊，喺度有大行都有，咁啊大行咧走越入越深啊，咁啊走深到咁啊又變成一啲細行啊，大家同埋啲屋啊又唔係幾直噶嚇，佢又彎嚟彎去，又轉嚟轉去，喺度又通出去。曾兴道街啦，大家行头嗰度有卖有卖粉面啊，系炒粉啊，大家嗰度系通出曾兴道街啦。啲胶皮喺度，小弟见到有种嘅菠树系菠萝蜜嘅，菠萝蜜系好细粒噶，咁啊咁细粒啊食未得噶。今日咧，小弟又同大家去油車行。呢個鐘數係下晝2:00啊。系好静噶吓，好多屋人家又闩门啊，休息瞓觉，仲有啲后生啊，啲仔女啊，佢哋又去翻晒工啦，有年纪大啊，佢哋又喺企做完嘢啊，啲家庭事宜啦吓，咁样又休下息啊。喺度，行氣通出去呢個
演習街啊，大家啊，譬如每個行嘅小弟又經走經過兩邊咧，個時間又好長啊，咁啊小弟限制走行啊，大家啊。啊！嗰度行又走翻頭先嗰邊行啊！啊！加我又走翻出度。嗰度小弟又聽見人家講話，又講啊葉文啊！啊！家好多人咧，都賣屋啊，搬咗去咁啊，去新嘅地方住啊！咁啊，好多華人家人又冇住嗰度添啦，走入到行嗰度係骨頭行啦，啊，跟我走翻出去，走翻出嚟喺度啊，係有一間賣燒鴨啊，個名叫做永豐。呢間賣燒鴨係好旺嘅，啊！加我個地面啦，企喺度拍俾大家睇。啊！啲檔嘢喺度係賣燒鴨啊，初一同埋啊，點字初二啊，同埋十六啊。系卖好旺嘅，大家。同埋我出到嗰度啊，街头啊，喺士雅路街度有一间系叫做盛发啊，喺度卖烧鸭都好旺嘅，大家。嗰度係啊，善雅路附友誼街向右，我哋又去翻去和平街市啦，向左又去翻演習街啦。啊，經過嗰度係金童學校。夜晚咧都要街道啊，都好多啊鋪頭賣食物嘅，同埋朝早好多檔賣早餐嘅嚇，有中午啊，咁啊度而家又晚休息啦，到啲鐘數係下晝啊，見到好靜啊，大家啊。喺右手呢邊係第七房啊，大家，等我走入呢邊行啊。啲行度嘅地址係457號。行到係通出去啊！歡文治街啊，嗰度地址係歡文治街走入啊，大家。嗰度行係431號，嗰度行街又開檔，準備賣嘢食。喺越南啊，我哋偶爾見到啲行有賣嘢食噶
一行買埋嘢食，我哋唔使去到咁遠啦，揾嘢食食啊！一行啊有埋啦。啲行都好似迷宮啊，走嚟走去啊！啊，真係見到啲門咧，係啊，以前老家引咗款啊，係有兩個門啦啊。家小弟又出翻去啊，潘文治街啦啊，里面都有多行啊，大家啊，小弟睇下时间先睇点样啊，可以分享晒啲行冇，好似冇啊，小弟要啊啊，另外啊第二个视频啊，再分享我对面啊，大家。因為啊，呢個寬文治街度啊，佢又隔開兩段啦，喺度啊，街啊喺度啊，啲食館啊，啊準備開檔啊，啊喺度賣蝦餃燒賣啊，準備開檔啦，度啊賣見到啊八粒啊32,000，十粒啊40,000。啊，系4,000一粒。嗯，港台有卖咖啡。嗯，嗰度我哋只系431号啊，头先只系有经过啦。啲行度系全部都通啊，大家。啊！啲行嗰度通嚟通去咁樣啊！啊，喺度啊，通出啊黃敏達街啦嚇，喺度有地址啊，83号，仲有舊數啊，係85号。啊，喺度有地址啊，有少少改啊，邊位又曾經喺度住啊，好似揾地址啊，有好多啲地址有問題啊，係地址啊改咗啊，我哋揾地址好似都好難揾嘅。仲有啊，潘文治街度啊，我哋自己有少少改哈。以前啊，行嗰度系435号，今日系改咗431号，嗰度有行啊，哇，望几细行，以前啊啲屋啊。喺就胡志明市，我哋點解見到啲行屋啊又咁得意噶？呢個突出嚟嗰個突出嚟咁啊！啊，以前而家見到啊有有地，而家又霸少少嚇，大家嚇霸下咁啊，變成間啲屋啊又歪歪斜斜咁樣，喺度通出市街路啊黃敏達街啦，啊喺度啲啲餐店啊都未開檔啊，大家好似啲間嘢喺度賣啤酒檔啊，未開檔啊。
我们街向右嗰度，我哋又去翻去左关医院啊。左关医院啊，有一间叫做曾经病医院啊，头脑有问题啊，咁啊又带入去嗰个曾经病啊。以前在在咸子街嗰人就改咗冇文杰，而家我走入啲巷一边，喺度巷系377号。我喺度啊，属于第五郡第二房啦。嗱，啲巷嗰度幾細，啊！嗱，走到通出呢個曾興道。望过对面是六一医院啊，大家。对唔住啊，望我对面呢间系叫做崇正医院啊，大家。崇正医院啦，又粤文啊叫做病变整形啊，大家啊冇叫做崇正医院添啦。但是对我们有讲同话，我们都是叫做崇正医院啊，咁啊知道是讲呢间医院啦，呢间医院是专系医问题系骨啊，大家有断骨啊，咁啊喺度医啊。经过有间亭，喺度地下都有改咗啦，大家吓，升咗好高，以前啊地下好低啊，间地下又改咗升高啊。因为以前胡志明市个地台都好低啊，大家啊，同埋人民都住多啊，咁啊啲坑渠又塞啦，咁就咧家阵又整翻填翻高，我哋巷几细，只系走下有时见到都头晕啊，大家，因为啲巷转嚟转去啊，通嚟通去。我就见到人家度紧街啊，唔知系咪开路啊？见到人家度街啊，喺度有巷啊，大家啊，小弟唔走入啦，啲傑喺度啊，真係見到啲街巷啊，又唔係幾直噶，又話轉嚟轉去，歪歪斜斜咁啲巷啊。咁啊，家陣我又到喺度啊，三丫路街啊，係叫做黎紅峰啊，同埋潘文志啊，喺度係隔咗啊，冇得通，因為潘文志又去翻去阮文具啊，咁啊小弟又过去第二段潘文志嗰个街吓，同大家就分享。咁我又要转左手走出到黎紅峰街啦。
啊，嗰度左手对面咧系啊黎永峰公寓啊，公寓嗰度又起好高层噶，而家起个款系香港款。街边档噶卖奶茶卖水，喺度见到个叔啊，在支铁嘅几长啊，大家。阿叔喺度绑住个头咁样，但系好危险噶吓，啲铁咁样好似撞人家走车快啊，撞落支铁度啊，真系命都冇埋，大家好危险啊！但系而家为咗搵饭食啊，咁啊，家要咁样拱交啲铁俾人家。喺度望我哋咩黎永峰街啦吓，喺度就是亚路，有可能啊，即系将来黎永峰街度啊开阔啊，通到澄兴道，因为呢段远泽街去翻澄兴道啊，系个街好细啊吓，将来有可能开阔。喺度小弟见到啲叔啊吓，在紧啊啲支铁几长啊。咁啊，两头尖尖啊，收喺度啊，又攞啲布啊，包住啊铁头同埋铁尾啊，包住咁样，人家走车撞落去啊，真系好危险啊！哦，真系危险啊，同学！快啲接觸啦，去到出潘文治街第二段。咁啊，第二段咧喺在苑表街，又同埋通出去呢個苑文具街啊。讲到苑泽街嗰度啊，呢条街专系卖时装衫裤，好多间铺头啊写大减价落价吓，但系入去买又唔系，俾我哋嗰啲货啊啲嘢啊买啊系好劣噶，又有啲靓啊好贵。到度左手对面是西贡大学校，喺度见到个保安连下大家，小弟又唔喜方便企太耐啦。啊，加到到三街路苑表街啦，我向右手走入嗰條街，喺度我哋見到一個字喺度啊，係啲汽車啊喺度停啊，係要收翻費啲錢啊，大家嚇
喺度有間咖啡檔，又集中好多叔喺度玩啊，玩打棋啊。啊，跟我又到嗰度係啊寬文字街啦，大家嗰度又有分開兩段咧，唔知將來有冇開通重喺寬文字又先小弟同大家分享啊，有冇通過嚟啊？喺度書總間啊，學校啊。啊！間校度叫做三庭學校，啊，有啲人叫做巴庭學校啊，有啲係三庭啊，瑞人叫。嗰度有賣田雞粥啊，大家，新加坡田雞粥。寬文寺度，小弟見到都街度好靜啊！喺度有街巷，加我又同大家入啲街巷啊！巷度真係好靜啊，間間閂門嘅。啊，寬文寺呢度啊，又見到啊，好少唐人㗎嚇，都一大份是越南人多，啊，就行通出啊遠表街，啊，行嗰度啲屋啊歪歪斜斜啊，一齊俾我哋揀，我哋要揾個地方啊，啲行啊直啊望靚啲，啊出入都方便。啲巷嗰度歪嚟歪歪斜斜啊，啲巷唔直噶，我哋走車啊，同埋人家走車啊，好易整翻我哋嘅屋，同埋我哋走車都好易撞到人家嘅屋添啊。又有間粉面，個名叫阿和啊，粉面叉燒係30,000一碗啊，第五群嘅地方啊，有啲嘅價錢係可以講經濟啊。呢边有个行添，啊呢边行到地址系95号啊，喺度通出175号啊，演表街。喺度見到啊，依度啊，喺啊巷度啊，行嚟行去啊，買嗰啲嘢齋啊，啲舊嘢啊，大家。喺度賣飯包飽，哦，一律價係25,000啊，好經濟啊！啊，對面都係一樣啊，大家啊，見到一間飯店咧，25,000一份噶，哇，真係平啊！喺座第五棍啊，見到啊25,000咁樣啊，都少。啊，到度係遠表街啦，大家向右度，我哋又去翻去第北郡啦。啊，到啲段喺度，小弟見到好少華人呀，一大份係越南人居多。咁我接續走呢行。
今日我係從喺街尾又向翻去街頭啊，同埋今日走啲號數啊，係啊單數啊，大家啊度通出就遠表街啊，我哋見到啲開道人家冇拜啊天公啊，冇拜土地門口啊，同埋冇念啊五福臨門啊。喺度有一間念臨門啊，我其他全部係冇啊，糖頭嗰度賣啊，賣粥。啊，對面度有一間餅家，啲餅家都好經濟啊，一個10000蚊。啊，對唔住大家嚇。小弟個錄影機啊冇曬電啊，咁啊家人又接續啊，再同大家啊嗰度分享視頻啊。今日好彩啊，又見到個天啦啊，又好多黑雲嚇啊，唔係好曬。咁啊，小弟聽見喺啊報紙啊燈啊嚇廣告啊，喺在菲律賓啦，哇又話颱風好嚴重啊！咁啊，準備又颱風又唔知有冇可能入啊越南啊，嗰啲咪幾清楚啦。但係見到經過呢、這個菲律賓啊颱風喎，哇！好多地方啊浸水啊、樹冧啊，哇！好多人民眾啊住嗰個地方影響個颱風啊，真係好嚴重噶、啊、嚇，好多嘢又壞曬啊！咁啊，小弟又喺越南啊，嚇望上天又見到哇，好多黑雲啊，涼真係涼噶，但係唔知啊今晚啊點樣啦？啊，呢幾日都係喺越南啊，落雨，連續日日都有落雨啊，前幾日添啊，係啊婦女知啦，大家啊夜晚7:00啊落雨到啊。佢幾多地方浸水啊！由潮水漲啊，加埋大雨啊，嚇好多地方啊浸到啊，幾多支機動車啊，死火啊！大家啊，一架車又入水啊，翻寫整翻要嘥几十万啊！大家啊，咁家小弟又接續啦嚇，咁啊喺度啊，小弟向翻度右手啊，喺在啊潘。文字街度啊，咁喺度啊，啲區小弟見到好少華人住噶，嗰度啲大部分係越南人住多啊，嗰度啲鋪頭而家開檔啊，見到好淡啊，啊對面有好多間行噶，喺左手對面，但係小弟啊，今日啊只係走啊呢、這個。單數啊，大家啊，俾只小弟又走啊，雙數嚇、啊、對面同大家接觸經過油行，行到係35號啊。啊！到掘頭巷啊，但喺度望見好舒服啊！大家，有張凳咁樣喺門口嗰度坐飲茶。哦，入到啲巷啊，狗吠啦！我喺度掘頭巷啦，咁我走翻出去。喺度我見全部啲屋啊係越南人住啊，冇拜到天公，冇念金花紅字啊，嗰度我對面係18號行，對面係雙數喺度單數，嗰度有間屋啊。
好唔好？望几靓哇！间高楼大厦吓，呢间嘢啊未有人租啊，大家见到啊有写个牌啊，出租。嗱喺度啊，我哋架差唔多30码又行出到嗰度啊，远闻巨街啦。好近啦，喺度近住第一郡啦，到嗰度有条巷啊，度巷系只系睇一个地址先，喺度地址系135号啊，远闻巨街啦，喺度个地址系用啊远闻巨街走入，远闻巨街以前系叫做共和街啊。喺度嘅地址屬於遠聞巨街啦，加我又走翻出去。大家有邊位想買屋啊？喺在觀聞之街度啊，我哋又睇下啲街巷。嗰度嘢食嘅大把嚇，我哋唔使擔心冇嘢賣啊，冇嘢食。喺度啊，只係我關心啲街巷對我哋符合出入冇啊，喺度巷好細啊，啲車人家擠喺個門口度啊，我哋走車經過又好難走啦。有啲醫院啊、學校嗰度有大把噶，我哋唔使擔心啊。冇啊，醫院啊喺度好多醫院俾我哋揀啊。走翻出度系遠聞巨街啦，同埋觀聞志街啦。咁走到度啊，我哋望我對面系第一郡啦，呢边系仲系第五郡啊。咁喺度系隔堤岸同埋西贡啊，系一条街啊。喺度我哋走直街又去翻去第八郡、第四郡、第七郡啦，去到好多郡啦，大家。好方便啊！嗰度系，仲有我哋转左手呢边啦，我哋又去翻第十郡、第三郡同埋第十一郡啦，同埋新平郡添啊，去翻飞机场啊，啲地方系都方便噶啊，我哋去到度都好易啊。咁小弟又到度啊，同大家讲结束啦啊，今日又开心同大家游车行。我入啲巷嗰度，真係好似迷宮咁樣啊，轉嚟轉去，啲巷又啲唔低啊，好細啊，同埋唔好意思啊，轉角咁樣啊，又好多屋啊，人家又突個角出嚟啊，咁好似轉咁樣，又好難轉啊，大家啊。咁小弟喺度又同大家停啦，祝大家各位身體健康，萬事與工作又順順利利啊！小弟又講粵語唔係幾好，咁點唔係幾准啊！希望大家多包容下。咁边位未订阅就记得同小弟订阅一点下，大家一点下咁又订阅小弟有新通知，大家都可以开出嚟睇啊！咁就见翻大家下个新嘅八视频啦，再见，拜拜。